我们输了，你的抚养权判给了长哲叔叔。小欧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爱上蓝天宇了？来了。哎，林晓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 你谁呀？我是黄九恒啊，林晓的丈夫。交警，人呢？人呢？什么人呢？叫林晓，车祸。哎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妹姐，小欧，你怎么了？